取明珠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，我们共同来探索中国文化史。一个社会能够被探讨的文化面向非常的广泛，在这个单元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秦汉时期的宗教文化。中国原始的宗教信仰属于自然神和祖宗神的范灵体系，到了汉代有两个重要的宗教在这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，一个是佛教，一个是道教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谈一谈先秦的民间信仰。在先秦，百姓祭祀的对象包含天地、名山大川、鬼神，就算只是雍州一地，就有日月、参城、南北斗、荧惑、太白等等，这个超过100处的祭祀。全国其他地区总数呢以千百计。秦汉一统之后，为了调和这些混杂的宗教现象，虽然都把他们归入中央，但似乎又容许彼此分歧，保有各自的祭仪。而巫者的专业是人鬼交流，举凡降神、解梦、预言、医病、星占、祭祀等等，都属于巫的职能。巫在秦汉时的政治地位低落，但民间仍信奉不坠。另外，汉代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下，天人交感的观念深入人心。当时的人相信上天能够干预人间的事物，而人们可以感应上天的旨意。如果人们违背上天的旨意，上天就会警告或是直接惩罚人类。同样的，如果政治清明，他也会献祥瑞给予肯定或者是奖赏。除了星辰、山川等自然崇拜，神奇可以人格化，也可以是英雄人物的转化。各地还有聪明正直、功德于地方、令民众崇拜的英雄，有些是古代部落首领，有些是特殊贡献者，比如编排立法、发展农业、平息水患等等。这些特殊功劳的人物在汉代不时有人奉祀，而大禹至今仍是民间重要的水神呢。中国人的信仰世界是神人交感的世界，天地种种灵异现象是上天传达的信息，有的是祥瑞，有的是预告灾害。不管是天子皇室还是平民百姓，都时时注意祥瑞灾异，希望可以趋吉避凶。人间的秩序与宇宙秩序叠合，是汉代普遍存在的世界观。在道教的部分，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它起源于先秦的多神信仰、巫术信仰以及神仙说。古代巫术信仰非常的普遍，秦代的时候巫祠即遍及天下。这些巫术在汉代不仅流行于民间，就连皇室也有许多的信徒。巫有许多法术，比如祈禳，是祈祷以求福除灾；有禁咒，是相传以真气、符咒等治病，然后呢克异物、禳灾害的一种法术；或是他用桃枝辟邪，桃枝呢是在那时候认为可以用来驱鬼；或者是画符咒等等，这些后来呢都被道士所承袭。而神仙信仰也是来自于远古，古代人惊奇赞叹大自然种种神妙的现象，引起种种神妙的想象，产生不少神话。比如说庄子书中就有餐风饮露的神人、800岁的彭祖等等。直到战国燕齐滨海地区盛行神仙传说，出现大量方士，吸收周衍学说中的地理知识，附会神仙传说，又宣传仙药得以长生不死或成仙升天，形成一套神仙说的理论体系。如今看起来荒谬的神仙学，在当时却受到帝王们的欢迎。齐威王、齐宣王、秦始皇、汉武帝等都曾追求长生不死，浪掷大量的财力。
西汉淮南王刘安更因为信仰太深，服食丹药中毒而死。汉代方士们除了信仰这个神仙之外，还有许多的方术，比如说巫蛊、堪舆、胎息、变化、遁甲等。这些方术加上灾异谶纬的妄说，弥漫两汉社会。这些方式就是道士的前身。迷信妄说在当时十分流行，甚至引发一场宫廷悲剧。汉武帝晚年健康每下愈况，疑心病也变得更重。他的宠臣江充竟然趁这个时候指使巫师，说宫中有巫蛊之气，害得皇上生病。汉武帝下令江充查办此事。江充因为和太子刘据有过节，竟然陷害太子，向汉武帝报告太子行使巫术诅咒自己的父亲。太子害怕被杀，出兵对抗这些造谣宫廷的小人。没有想到一连串的误会，让汉武帝以为太子真的要造反，出兵镇压。结果太子自杀，两个皇孙被杀。这一场悲剧史称巫蛊之祸。这整个事件，不少政治高层被害死，被牵连的人数多达数十万，几乎是动摇国本。汉朝在此事件之后由盛转衰，这恐怕是汉武帝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。让我们再回到道教，这些修炼神仙以及使用法术的方士们，后来将黄老思想结合神仙方术，促成宗教性质的道教。到了顺帝的时候，张陵编纂经典，传道授徒，将宗教仪式和组织固定下来，道教至此算是成熟。他在鹤鸣山传道，自称老子亲授三天正法经，命他成为天师，以治病降魔，招徕徒众。因入道者必须缴纳五斗米，故有五斗米教之称，深得下层社会信仰。在佛教的部分，中国传统信仰直到汉代都还是泛灵信仰，对人生的指导以及未来的世界不曾指出方向。东汉时期，由于东汉王室腐化与士族门第的兴起，朝纲紊乱，社会不安，现实人生可有的理想逐渐消失，儒家思想作为人生指导的功用也慢慢的堕退，人心没有寄托。佛教的未来世界因而开始被人民所接受，继而盛行。在东汉永平十年，汉明帝做梦，梦见有个金人身高丈六，全身光芒四射，在宫殿中飞行。隔天早上，他问太史傅毅，这个梦是什么征兆？太史回答说呢，金人就是西方佛祖。汉明帝于是派人迎来西域高僧，用白马驮回许多佛像和佛经，抵达首都洛阳。明帝将自己的行宫改为金舍，让僧人入住，也就是今天的白马寺，翻译42章经。虽然在这之前，中土与佛教已有一些接触，但一般多以永平十年为佛教传入之年。汉末已有许多西域的僧侣，如安世高等等，开始翻译佛经，大量将佛经引入中国。到了南北朝时，各派佛教的重要经典在中原呢，都已经有了中文的译本。佛教被中国人接受，固然有社会时代的因素，但他思想中的慈悲观与平等观，与中国传统人民爱物、博施济众的精神极为融洽，亦是他能广为流传的重要因素。而且佛教的反心内观，信仰的对象并不是外在的神佛，而是人类自身极具佛性，即是诸佛菩萨。这和中国崇拜圣贤的理论不谋而合，甚为中国人民所赞许。
不过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很缓慢，那时人们分不清佛教与神仙方术的区别，因此佛教并未受到太多注意。从东汉到三国，它的传播常借助于巫术信仰。到了南北朝，大概250年的混乱局势，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和赋税徭役的压迫，佛教带给现世人生慰藉，因而大为兴盛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支流。以上简要说明了佛教、道教在汉代兴起的状况，这两个宗教对中国文化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，与儒家思想汇合成一股基层文化，到明代甚至有所谓的三教合一的议题，影响至今。空中大讲堂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回见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上的是第六章秦汉社会与生活。在上一个单元，我们特别提到几个宗教面向，至于其他几个面向呢，我们先谈一谈社会生活，先来谈经济。秦汉400多年之间，官僚制度渐渐完备，大一统的格局稳定，但是村庄军产破坏，商贾大兴，经济问题的处置尤为后世所注目。在土地政策方面，秦时土地分为国有和民有两种，国有土地经常由皇室和官府管理，大多出租给农民耕种，民营则是私有土地，有地主、自耕农以及佃农三种形态。地主虽然可以直接组织劳力耕作，但因为地主通常拥有较多的田地，而选择分租给佃农，这就形成了佃农形态。此外，大部分的农民多是自耕农，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依靠全家劳力耕作，它是秦时民营经济最主要的形式，国家赋税收入和兵役利益的来源，大多就是靠这些自耕农。这个形式到了汉代大致上没有改变太多。到了汉代，朝廷减轻农民赋税，每一位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的地租是15岁一，但政府照例呢常收半额，等同于是30岁一，有时候全部免税。田租以外较大的负担则为人口税以及兵役。兵役分三类，第一是赴中央任卫兵一年，由政府支给酬劳；第二种是沿袭古代封建的惯例，赴边疆戍守3天。但是汉国的时代呢，国境辽阔，戍边3天等于服长期的兵役。第三种是担任地方军一年。除此之外，每年还必须在地方政府服30天的劳役，但容许出钱免役。这些负担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，还不至于沉重，但对农民还是不利。汉朝将盐铁等几种特定的商品收归政府官卖之外，又设法对一般商人征收重税。当时征税的计算不是以他所得的利润为标准，而是以他的成本、资产作为征税的标准。商人的财产资料由他自己估价呈报，政府根据所报呢来抽收。但是如果遭到别人告发呈报不实，则全部的资财就将为政府所没收，而告发者可以得到一半。这个政策很明显对商人极为不利。这是因为自秦始皇到汉武帝，都有一个均产的理想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希望可以拉平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。因此，中国传统经济政策不仅要救贫，而且还要抑富。汉武帝虽然规划了许多利益良善的政策，但落实之后并没有达到均产的理想，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，当时的政府实际上是刮削富人财力来填补北伐匈奴、开辟边疆的军费，甚至用来支撑宫廷贵族奢侈用度，以至于汉武帝末年，这个均产政策几乎造成普遍的破产。但汉武帝以后的学者大体上
仍然赞成这一个经济政策，主张由一个节俭的政府来实施。我们再来谈一下社会生活。虽然汉代已经迈入相对文明的时代，但仍然存在奴隶这一个阶级。如前所述，虽然在国家的法律上，地主跟佃农的地位是平等的，但是佃农一样要缴纳这个人口税，承担兵役和劳役。若他负担不起这些项目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第一个呢，是离开本乡，逃脱国家户口的稽查；第二个是卖身为奴。奴隶的人口税由主人代缴，若他既不敢亡命离乡，也不敢卖身为奴的话，那么在无穷无尽的赋税与劳役之后，缴不出税金，恐怕还是要被政府没收，成为官奴。这是汉代奴隶最大的来源。根据统计，西汉末年人口约有6000万，全国官司奴婢应不超过200万，约占全国人口的1/30。然而，汉代的奴隶、奴婢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农奴、工奴一类，而是另有一种因应汉代商业繁荣，需要更聪明、更能干的人才而起的商业奴隶。汉代的奴隶在田庄耕作的比较少，而在都市或是舟车道路活动的比较多，见多识广。奴隶的智力及其生活也许还优于一般的农民。西汉初期，另外有一种变相的奴隶叫做宾客。战国中叶以下，常有好客喜事的贵族，比如说孟尝君、信陵君等等。仰视这一个风气流传到西汉，便成为任侠。如前所述，佃农亡命天涯，为了躲避稽查，不仅要逃离家乡，还得找寻寄居跟窝藏的地方，而窝藏流亡者便成为所谓的任侠。当时有些大侠甚至窝藏数百个亡命之徒，称之为宾客而不称奴。这些宾客为了互利共生，帮助窝藏者共谋生业，实际上是一个犯罪流亡人的集团。因此，他们经营的事业通常是犯法事业，比如说私铸钱币、入山开矿、采伐森林，甚至这个掘墓盗冢、路劫行商等等。窝藏者一方面拥有土党肯为他出死力，另外一方面又拥有财富可以供他行贿赂，因此这些人在社会上也占有显赫的地位和横暴的权势。商贾与任侠是西汉初年社会上新兴的两种特殊势力，是继续古代封建社会而起的两种新族群。然而，侠虽然得到一般劳苦大众的称誉，但是在政府方面却视之为祸患，不惜以种种严厉的手段来对付。汉景帝的时候，各地的大侠已经被政府所诛杀，到了汉末仍然没有停歇问题的是商贾。贫富差距过大延伸的冲突。接着，我们再来谈一下食衣住行。汉人的主食仍然是以黍、稷、稻、粮以及麦、豆为主。豆类在先秦也是主食，到了汉代，似乎逐渐将豆类呢作为佐餐的菜肴，常见将豆类和麦类发酵做成豉酱的记录。那么饮食的方式也不同于先秦，将食材罗列在席前，使用大型的炊具及时烹煮，而是将烹煮跟食用的处所分开。汉代后期料理方式也变得更加繁复，食材在下锅之前必须先经过切割等等处理的手续，先将食物切割成细小的这个块状来节省燃料。汉代的锅具也越来越薄小的趋向，大致也是为了配合炒菜的方法，必须迅速提高炒锅的温度。在饮料方面，以酒浆为主。中国酿酒均是由五谷来酿制，东汉的时候还不知道蒸馏法，只知道过滤去除酒糟，口味并不十分浓烈。另外，当时已经从西域引进葡萄，但是葡萄酒并非常见的常用的饮料。
至于茶饮，在茶的原产地，是中国的西南部，在汉代呢称之为甲。在东汉王褒的同约当中，茶已经是商品，而饮茶之风可能在汉代已经开始。秦汉的衣着统一的初期还有地区性的差异，随着统一日久，文化趋于一致，处置的小官短服成为常用的服饰。另外，我们从秦雍看到的官服都是军装，秦雍所服的下衣因为覆盖，所以不能确定形式，但从短衣之常见，则裤装应该已经相当的普遍。汉人衣服也是右衽的宽袍大袖，至于仆役农工为了方便工作，衣袖比较狭窄，妇女则是高髻长裙，衣服斜襟右衽，衣袖下垂，束腰较高，表现体态，并不特别掩盖身材。衣料以丝、帛、和麻为主，妇人才有能力穿皮裘。鞋类的制作种类很多，并不一致，但一般进屋都必须脱去鞋履，当然必须有袜子才可以登堂入室。汉代的屋室，富贵人家居住呢，已经是高堂大屋，亭台楼阁，已有这个斗拱的工法，为常用的木结构，足以将重量分配在列柱之上，上下层之间尚无内部可通的楼梯。行的方面，大致上成人的车为单舟双轮以马拉车，载重的车辆则是双辕夹在拉车的牛身两侧。在秦汉时代，马车载人、牛车载重的不同方式分别相当清楚。南北朝以后就看不到单舟的马车，不论是牛车、马车都是双辕。这个变化使单马拉车成为可能。古代车胜由四马高车转成单马轻车。秦汉人民的生活，从平日活动及生活水准来看，和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类社会相比较，相对优渥。再来看看秦汉几百年文学、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如何。首先看文学史学，汉代文学成就的重要代表是《汉赋》和《史传》。《汉赋》的特点是铺陈写物，不歌而诵，文字风格铺张宏伟，典丽华美，与两汉世俗化的精神相应。《汉赋》开山祖师贾谊著有《伏鸟赋》和《道屈文赋》两篇，文辞简练，抒发情感之外兼言哲理。其后的司马相如被公认是两汉最出色的词赋家，辞藻华丽，首创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问应答的形式，《上林赋》《子虚赋》《长门赋》韵语美丽有致，开其后流行数百年骈体文之先河。在史传方面，以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、东汉班固《汉书》两本书呢最为杰出，《史记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，而且成为后代所有正统史书体例的标准。汉书则为后代创下断代史的先例。五言诗也起源于汉，但西汉时代并没有真正的五言诗，仅有一些诗是夹杂五言句式而已，应该是受到民间乐府诗的影响而酝酿于西汉，成熟于东汉。班固的咏史诗内容是提应舅父的故事，标志着五言诗呢正式成立。由于五言诗可以容纳许多词汇，能够更细致的叙述抒情，在音节上也更富于韵律美，因此它慢慢的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，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。汉代散文也值得一提，以书册类的作品最为出色。书册这一种文体从先秦诸子散文演变而来，最杰出的作者首推贾谊，他的《治安策》一文词理畅达，剖析深刻，为散文开创出独特的境界。其他如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等也是散文高手。东汉文风比西汉为盛，文体也增加了许多，
比如名、累、送、碑、表、章、真、道等。但大体上，东汉的文章文气呢，不如西汉的雄浑。大概一国之气象，必然要影响到文学表现的格局。至于书画造型艺术部分，汉代也很有杰出的表现。汉代的艺术活动继承了殷周的美学，以技术呢为基础，不仅创作意识更为强烈，主题也丰富而多元。同时，西域及佛教外来的艺术传入，更丰富了这一个汉代绘画以及雕刻的题材和技法，展现高度的创造性。汉代绘画作品种类很多，帛画、壁画、画像石、画像砖等等各具特色。可惜汉代的帛画作品虽多，至今留下来的很少。唐朝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曾经指出，由于汉明帝对绘画的喜爱，以及灵帝呢设了洪都门，专门传授书法绘画艺术，使天下出色的书画艺术都集中在洛阳。可惜在董卓之乱后，这些艺术品大半呢遭到毁损，或者是遗失于战火当中。现在能够见到汉代帛画作品，大多是出自于汉墓的随葬品。汉代的石刻壁画亦是一绝，宫殿祠堂的石刻装饰壁画是造型艺术的大宗作品，其宫殿祠堂壁画具有恶以戒世、善以事后的资建作用。汉代的石刻以阴刻或精致细巧的平面浮雕方式，表现出各种功臣名将、正人烈士的形仪，也有大量有关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图绘。汉墓壁画题材丰富，雕刻古朴，以浮雕和线刻为主，内容有历史故事、儒道思想、神仙传说、天象形塑、车技出行、五岳百戏等。而平民墓内呢，则以画像专描绘日常的情景，比如农、猎、渔、牧或生活起居。汉代画像石刻被誉为是敦煌前的敦煌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科学。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历法两者密不可分。为了求这一个历法能够准确，必须观测天象、日月星辰。到了东汉，张衡不仅发明能够探测正圆方向的地动仪以及指南车，他更绘制了记录2500颗星体的星图，阐释和确立浑天说的宇宙论，并以此制作出以水力推动的浑天仪。浑天说认为天是球状的，像个鸡蛋，天相当于蛋壳，大地像蛋黄，天把大地呢包在当中，大地是平面的，被大气包围。这个看法比传统的盖天说进步。传统的盖天说以天为倒盖的碗，大地是方的，像棋盘。中国传统历法是太阳年、太阴月的阴阳合历。自从浑天说的宇宙观被广为接受之后，各时代的历法都是尽力设法将太阳年日数、太阴日月数、五大行星的运动周期，加上年月日的三个干支周期，一并计算各种周期的公倍数，试图回溯时间的起始。多的数学方面的课题，在其他工艺技术方面，最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书写用纸在东汉由蔡伦研制成功，这促成了知识的快速传播。中国文化史第6讲到此结束，我们下回再见。